我说开始，然后你打。怎么切东西人？我这怎么回事？我怎么回事？你又打房间了？房间就打房间了。啊，完了，到了。你怎么打的坑？因为你打这个，没啥意思了，他那多少万？没多少人有钱。二十个、三十个。没二十个、三十个。二十个，现在你不三十？你怎么打的？老家去了，我们不一定。不一定。